好，发饰是装饰重点还是头发？那么很多女性希望自己有一头乌溜溜的秀发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冬天寒流报道，冬季痒也来报道。这位25岁的年轻女模特呢，就是因为冬季痒，这头皮痒得不得了，猛抓之下呢，严重掉发，最后她被厂商换掉，还差点要剃掉整头的长发。医生也提醒你，在冬天洗头的时候，水温不能太高，这个洗发精也不能太强。梳起来就是吓死了吗？美丽性感的 model 看似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但一梳头，梳子上全是掉发。照片中头顶严重掉发，头皮红肿，毛囊发炎，曾因为冬天狂嗑重口味的麻辣锅，加上天气干冷，头皮屑激增，让他抓个不停，差点抓成了秃头。身体已经发炎，被换角，换角就算吧，因为可能就觉得发量太少，不太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。对。因为抓太严重了，然后导致发量变少嘛。对，惨遭厂商换角，而这样的困扰还出现在这名18岁的女学生身上。因为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洗发精，一天洗两次头，整个头顶前半部的头发完全掉光。在使用清洁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刺激的清洁剂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在洗的时候水温不要太高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尽量建议病人不要去搔抓它。医师提醒，要避免搔抓的举动，一旦头皮抓破，掉发问题就会随之而来。而重咸重辣的食物也要少吃，才能维持头发健康。中天新闻李红杰、王一杰台北采访报道。